现年39岁演歌双栖的艺人李千娜，在2023年10月宣布和男演员黄尚和结婚，并在稍早宣布两人迎来第一个宝宝，而这也是李千娜相隔近20年的第三胎。而她也在稍早宣布第三胎已顺利生产，并开心地表示，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根据 ET Today 报道，李千娜在社群中晒出一家捧着儿子的小脚的照片，并甜蜜写下，好好接着你的第一步，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知道爱比我们想象的多更多。喜获龙子的情感溢于言表，而经纪公司则是回应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母子均安，现阶段还需要一些时间来稳定和休养，爸爸妈妈跟宝宝持续努力进步中。在生下宝宝前，李千娜也曾晒出和老公黄尚和拍下的孕妇写真，并开心地写下与对方共同有爱的结晶是一段神奇的旅程，也曾表示有了宝宝后像是拥有着一股特别的力量，原来那就是妈妈宝宝的力量。